咱们走吧，哥哥。时候差不多了。看呐，一堆喽啰，别那么兴奋。中平元年春，奉张觉为教主的太平道信徒在各地同时请兵叛乱。长期以来，人民对腐败朝廷的不满也就此爆发开来。这一次的动乱，由于信徒在头上绑着黄色的布条为标记，因此史称黄金之乱。并且这场动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扩展到整个中原。对此，朝廷为了扫荡乱民，于是在各地发布檄文，招募义勇军。闻讯而来的英雄豪杰们在此时聚集一堂，并且拉开了日后三国争雄的序幕。知的小辈，去死吧！庄园吗？哼，班门弄斧。太平道人的神术，
节落后。来，敌军已经汇合了。退退退招！看来敌军已经汇合了。退退招！增援吗？哼，班门弄斧。妖术的厉害，
看来敌军已经汇合了。军到达之前，先别追。尽全力哦！
是真正万夫莫敌的豪杰。Yeah!
回来。神却有存天地。